鸳和鲜鲍鱼，凤尾鱼翅，砂锅味鹿筋，龙井竹丝。两位妹妹的菜色确实不错，但公子齐先生可是画师啊，比起菜色可能更注重审美吧。哦，这位姑娘倒是生得标致，你带了什么佳肴啊？青菜、萝卜、一些水果。 来来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家都听我说啊，每个人呢只收1000银子的报名费，一手交钱一手交饭。公子齐先生保证把每一样饭菜都仔细品尝。倘若哪家的饭菜合了先生的口味，我们保证有神秘大礼相送。来来来，都排队了啊，排队！都别急，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 瞧把你给吓的！你也是来送饭的吧？怎么，不送到屋内，反倒自己偷吃起来了？糖醋酥肉，你怎知先生我喜欢吃这道菜呢？你也爱吃糖醋酥肉？你有朋友爱吃糖醋酥肉？ 好吃，好吃。这才是先生我要的菜，随我来吧。